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是 Vlogmas 的第18集。今天我想要去寄大家的小礼物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在 Instagram 然后帮我分享我的频道影片啊，然后跟我说他们喜欢哪一支或是哪一个系列的影片之类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呢今天我决定要去把所有的礼物都寄出去。没错，因为虽然今天是16号，那离我们截止日期还有几天，但是因为我发现好像大家就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些人，对，所以我想说我就准备好今天可以拿去寄。我刚才有上网查了一下，好像是说学校有个地方是可以让大家寄东西的，就是有那个 UPS， 然后是要买邮票呢还是要付款呢，这些我还搞不清楚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去看看，然后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今天就可以寄出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出门吧。嗨大家，我刚刚开车到学校，我现在在北校，因为寄东西的那个地方在北校，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，已经都不知道要去停哪一个停车场，所以我停了一个最远的，因为它就是有分 faculties 还有 student 的那个停车位是不一样，还有你付多少钱你可以停多近，就是如果你是你付越多钱你可以停的地方是离教室是最近的，就你刚好可以可能停在路边之类的，这样就不用走很远，可是我们的是就买比较便宜的，所以就必须停比较远，然后你要走进那个学校里面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要去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比较近的停车场要怎么开，所以我停了一个最远的。知道为什么今天要绑这个马尾吗？因为我之前有看影片，我自己拍的影片，就是如果我今天穿帽 T， 然后把头发扎起来的话，它就这样很凸一个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帽子的关系，所以我说扎起来应该看起来比较清爽，有吗？对，不过今天很冷，所以我里面还穿了一件短袖，然后再穿这件大衣。刚才出门的时候忘记围围巾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没有它那么冷，因为没下雪嘛，也没融雪，所以就还好。然后我现在要走那个下雪的通道，有一些那个学校里面的建筑他们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在外面很冷很冷这样走，可以如果你知道怎么走的话就可以走里面。今天在学校的学生应该比较少，因为今天也周五了，大家应该都考完考试了吧，最后一天，可能今天还有人在考，但是人应该就会真的少很多，所以在学校露营我也比较不尴尬。学校有这种贩卖机，大家可以来买饮料啊点心之类的地方。这是我去年上200的教室，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下雪通道，就是你可以从 Knox 然后连接到 Student Union。 那为什么会走这一条呢？因为 Student Union 的对面就是 The Commons 应该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这一条就会有很多这种 post， 是给那种社团啊什么的，很美哦。我们学校到处都是这种影印机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印东西的话呢，你就拿你的学生证来刷，然后好像一个学期可以免费刷多少多少这样，就是你想印东西的话路上都有这个影印机。然后转过来呢就是我们学校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间是会有钢琴，所以好像会有人在里面练习或是表演之类的吧。这个神秘的小通道呢转弯就是我们的 Student Union 就到了，叮咚，几乎餐厅都没有什么开，然后也没什么人。通常在差不多12的时候应该都会是爆满的状况，可是现在一个人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回去放假了。你看很超级空的，完全没人，真的很酷耶。学校还会卖这种各式各样颜色的帽 T， 大家可以来买，就很像 bookstore 的那种感觉。好的好的，我终于要走到我要去的地方了。你看 Student Union 出来就是 The Commons 就可以直接穿过去，然后就会到我想要寄信的地方了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原来它在外面，有看到吗？ UPS Store。It's just CRE. There's a problem. The stamps need to go in this corner here. Okay. Hi 大家，我所有东西都已经寄出去啦。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刚刚的状况好了，反正总之你就是去，然后你要买邮票嘛，他会帮你把它贴起来，可是他的邮票必须是在右上角，他就是一定要在那里，他不能贴在可能比较右下，他就一定要在右上角，所以我在写地址的时候就直接写上去，所以他就说你这个地址要往下移，所以我刚刚就在那边改了很久。所以如果你们收到那个信封，然后你看到那个地址很杂乱的话，真的是不要怪我，我在那边也是改了很久，他就是因为刚好被那个
地址贴住，然后可是因为我有写中文的地址，所以大家应该不用担心。台湾他只要寄到台湾，台湾的邮差应该就知道去哪里投递，所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。如果真的可能过一两个月你真的还没有收到的话，你就再私讯我，我会再寄一次给你，这样好吗？就是我也不知道这寄这个信会不会寄到不见或是怎样，所以如果真的没有收到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后我就再寄一个给你，就来私讯我，就还是会把小礼物寄给你的。那现在呢，我现在在学校，我想说要不要买个东西回去吃，就是我等一下打电话给我弟问看他有没有想要吃什么，然后就顺便带回去。没错，刚我蹲在那边写那个地址写好久，我现在腰超酸的，我找了一个地方坐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看看要吃啥好了。今天拍了很久违的逛校园影片，是不是很久没有来北校逛逛了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录个影给大家，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校园长怎样。我现在呢从学校离开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来买个午餐，我想要吃 Chipotle。 Can I get two bowls? Brown rice. Lazy Sunday mornings hiding under cover. Thank you. With you. Play your favorite movie.我到家啦，我现在要来吃我的饭，现在已经一点了。我的 Chipotle 是一个墨西哥菜，然后它就是可以有饭有肉，然后有菜，有一些就是墨西哥的料这样。然后通常我弟会加一个 tortilla， 但是我没有，就是我一盒就够了。没错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比较喜欢吃 bowl 的啦，有些人喜欢吃卷，就长这样。看起来没有到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但它其实很好吃。你可以把它包在那个卷里面啊 ，burrito 里面就会很好吃。好，来吃饭吧。反正呢它就是饭菜，我怎么觉得它好像变少了的样子啊，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少的感觉。但没关系，它还是很好吃的。我决定要把它去加热。回来啦，我刚去稍微加热了一下比较好吃，因为墨西哥菜可能就是冷的吧。对，我要来看星期三。Lazy Sunday mornings hiding under covers. I don't mind staying in with you.Favorite movie laying right beside me. I don't mind when it's just us two. That corner coffee shop we like to go. Late night walks with you to take me home. With you, I never feel alone. These little songs make me glad to call you mine. And you have got my head.